说发两鞋进去。上楼，上楼找地方。你我上一楼，你在底下拿菜，看人家对，那些菜都是咱们的，咱随便挑。那几位呀、啊？五位。那六位的。好嘞。吃水果干啥？挑菜呀？上火了咋的？这叫水果。这菜随便夹，我想吃啥来哪个。快点上菜去。不是你想吃啥往盛，往上夹，夹完就端上去了。小姐，小菜出馅不馅的？都来啥馅的？来两个酸菜的，两个西葫芦的，鸡蛋。行。自选啊、哦，自选。玉米肉的一样。你时间会吃，会吃啊！玉米肉的呢，韭菜鸡蛋也没有，没有，有西葫芦鸡蛋，我拿上去。行，走吧。哎，你问他有没有韭菜？行了吧，这不？行了，上去吧。行了。啥呢？调蒜酱顶上有。什么？蒜酱顶上有，吃完再加。你加那些我都爱吃。走吧。哎呀，这咱们咋包间啊，老王？这都是咱们的。哎，他说我，他上阿姨家待会儿再回家，俺说阿姨饿不饿的？我问你不饿呀？他说我不饿，你俩唠吧。哎呀，我大姐呀，我烫了。妈呀，烫了吗？我不吃，你说咱们是我的。你给我也放醋了，放醋。咱们多吃点饺子啊。连吃带喝的。放那啥。哎呀。你在哪个盘子了？那有没有装饺子盘子了？有，那有。盘子是这样式的。水漏底下去了。我只是水漏底下，你这玩意你不软和，我买的是软和。你买的啥？你买的塑料的。这也塑料的，这硬塑料。这塑料硬塑料的。行，你吃你的。你放这，放这，我们来，提前庆祝你一下子啊！你这饺子吃完明天你可得过关呢，你要不过关白吃了。不能。嗯，没啥事，你晚上睡觉你寻思寻思，别寻思，越寻越懵。啊，明天你就到那嘎你就开烤就完事。乐啥啥是？那你别寻思啥，你就寻思我就指定能过去完事。吃的，扫把。这是什么？我吃点饭，我都吃不过这个孩子。你家真吃不惯，喝酒喝。那你家那一愣呢，喝酒呢，皮的白的。看这俩同学怎么样，这体格像不像？多喝不多少啊。我家这一口子不能喝，烟也不能抽。我没说他不用安全的，吃饭去。你挺能吃是吧？挺有量，吃吧这回啊。咱们钱花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吃也扔那了，就得吃回来。烤肉都能吃回来，是吧？嗯呐。我三姨和我三姨和两娃，我们一帮小孩吃烤肉，我最能吃，他们都吃不过我。哎呀，这么厉害啊！买俩面包给车里做。吃，哎。咋的？上火了咋的？不吱声了呀？啥火呀？好烤，你明天你就烤吧，你不都记住了吗？就那几个道口，再说人家还有王总陪你练，我那时候谁陪我练呢？我就练三天车，人家没人管我。我天哪，那练三车还隔一个月就烤。上车，三兄。吃怎么样？还行啊。你这衣裳小点，这衣裳还。你再尝尝，是不是把那脚脖都晒上了？这啥？许文强。把脚脖晒上多好啊！你这脑子。许文强就是大长围脖子大衣。哎呀！真是经典，强哥啊，强哥真是经典呐！光头强，我把上海滩翻出来了，在那个头条里，是不是经典？经典！我瞅一会儿赵雅芝跟许文强，真好看。现在也不行了，老了，老了60多岁了还不老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千纸鹤。